们请弟兄姊妹们安排诗歌本第414首。Thank you.
平安喜乐，我是中山大学的吴君凯弟兄。今天要分享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的第29篇，公义的话语，基督开端的话。很宝贝，这一篇生命读经前半段说到，神的话不仅仅是一个教训而已，也是我们生命的食粮。然后圣经的话不仅仅是教导我们头脑的知识，你的教训是将食物供应给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得着属天的领悟和滋养？为什么我们要天天操练来吃这圣经的话，靠这话来活着，以及要以神的话来喂养别人？最近几个礼拜我在操练读圣经，就非常的有感觉。可是虽然我们在地上的读书生活是非常的劳苦，非常的痛苦，但是当我每天来到圣经面前来读这圣经的时候，我就享受这属天玛拿的供应。那也宝贝后半段说到基督开端的话，在希伯来书6章1-2节说到，所以我们既离开了那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就当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不再立根基，就是悔改脱开死刑，信靠神尽喜的教训，按守死人的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我们在摸着这个经节有这6项，然后可以排成3组，然后这3组的前项是表征我们要从消极的光景里出来，然后后项是说到我们要进入积极的事物中。我们借着这个经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一方面是就是消极的已经从死亡已经脱离了死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进入这生命的话里，对，然后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基督是开端的话，并进到公义的话里。感谢主。一切不属基督与教会生活的东西。